小朋友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教小朋友画小丑鱼。我们准备了白色、灰色、黑色和黄色。好，我们现在使用黑色、灰色来画一只小丑鱼。小朋友一定看过《海底总动员》吗？其中他们的主角叫 Moni 就是一只小丑鱼。那先画鱼的身子。大体上，它是一个椭圆形。然后呢，画小丑鱼的鱼鳍。然后它有一个大的胸鳍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开始涂颜色。它身上是一道一道的颜色，先是这段的金黄色，然后是我们用黑色涂它的眼睛。它的嘴，好了，小丑鱼我们就画好了，像不像《海底总动员》的莫妮呢？这节课就到这里了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。如果你觉得这节课对你有帮助，请帮忙转发，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学习。高级红卷，感谢你的关注，小朋友们再见。